你们好，我是小宝，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这个大鳄龟已经快要挖出来了，你们看，哇，这边还有鳄龟蛋，这里面的鳄龟蛋也太多了吧，这个鳄龟蛋这么大，你们看，今天我们必须帮王大爷把这只大鳄龟给挖出来，不然，这只鳄龟把他家的这个鱼塘里面的鱼都吃完了，你们看，这么大，哇，现在我们就拉出来。呀，哇，你们看，至少有个几十斤，哇，实在是太重了，哇哇，你们看，现在我们翻过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爪子都有这么大呀，现在把它洗出来看一下，你们看这鳄龟特别凶猛啊，哇，还张着嘴巴想咬我，你们看这鳄龟实在是太大了，这里面应该还有鳄龟，